间可以在那个工作室那一带拍。嗯，然后明天可能下午会有一点对流雨，嗯，所以可能中间会淋到一点雨。然后第二天就是上西峦，那我自己是想要上去看日出，因为那边可以看到玉山跟马古拉斯。嗯，上去好像陡升400。对，可是应该是蛮快，只是中间好像有建筑密林，所以可能要钻。然后我们早上去的话，可能会有露水，所以可能会湿。对，如果假设前一天下雨的话。对啊，所以可能就是看介意的话，可能就穿个长袖长裤或雨裤。嗯，对，那行政蛮松的啦，那就是怕天气不好。那鹿山镇明天要给谁啊？其实我不知道他交去哪里了。前面警察局吗？我不晓得，明天接过来我再问他。直接给司机。他有帮我交一下，身份证也要给他。他就是警察。好。好，就这样，简报结束。好，好，三，好，好。前方那边正在施工啊，有怪手，我们可能稍等一下。谢谢哦。一开始这个上坡也太陡了一点嘛，那边旁边太烂泥巴了，所以我决定走这边。这种有直劈啊，相对来讲就比较不会滑倒，因为满地啊都是树干跟树枝。碎屑一堆，所以其实不太好走。刚刚原本以为要是要从我们后面这边往上走，就后来发觉到不对，是应该要往那边走。像这边就是正常的路。那跟一群创作者出来就是这样，有够忙的，每个人都拿着镜头一直在那边自说自话。我们好不存在。而且我们要距离有一段距离哦，不然会互相干扰。终于看到路是平的。除了烂泥巴，小心走哦，很烂哦。哦，这个林道大概会持续，可能要走到可能7、8个小时吧。那这边真的很漂亮。哇，这边很漂亮哎。现在走出一小段森林，可以看得到很开阔的视野。可能可以看到，哇，日月潭，在水色，超级清楚，条件都好赞，很漂亮哎。那我们做完了这个算什么？现在云飘进来了，雾蒙蒙的，我有一种仙气。现在稍微有一点在下雨，不过因为我们是在林道间啊，有枝叶跟树叶遮挡，所以其实原则上雨没有很大，还不需要穿雨衣。 开阔，很可以。呀！哦，雨好大滴哦，好痛啊！不行，那赶快闪，赶快闪！这高穿，这个穿透力很强，还要再走约5个小时，大概晚上7点会到。厌世。 不过到的时候7点到应该还没有完全黑嘛，就是快全黑，但是还有一点点光，一点点余光。对啊，我们进去直接把灯挂在电烛上面了，这样子就跟开日光灯一样啊。自备电源没有，自备灯源。不错不错。还可以从外面拍一张，感觉好像它是正常在运作的那个环境。哎，对啊。可以帮我放雨伞吗？希望我不会再拿它出来了。雨伞。 妈妈看到影片的时候伤心。一定要，我跟你们公顶要把那雨伞拿出来。妈妈的爱心雨伞，儿子都不用。我蝴蝶跟花朵。蝴蝶，真的好美丽。他放在家里都没用，你看他脚踏车也是，我也是帮他骑脚踏车骑去美利达那个经典100K。我们现在到了公寮处了。 他在那边拍了很多合照，然后目前预计啊，因为我们从停机坪走到这边大概已经走快要一半的路了，快要一半路我们大概才走1个小时多，所以可能不用到天黑，我们应该搞不好3、4点就到，不是3、4点，应该是4点就到了，看看啦，因为原则上刚刚走的速度都很快，这边都是林道，没有像刚刚一样，因为刚刚都是陡坡，就觉得好像走很久。 我刚刚是不是被乱入？饮料广告都是这样子拍，还好，就是我刚刚也是想到饮料广告，就这样拍，手摇饮啊什么之类的。金城武，哎呦，拍照啊，不要动啊！对啊，我就觉得这个拍照啊，还像特的，等我，对，就是近一点。三。 拍着拍着，原本天气还算好，但是现在后面一直有传来雷声，我们要赶快起步离开了。看这个声音，离我们其实蛮近的，而且雷声隆隆啊，不间断。累了，牡丹园在这边。哦，啊，老天作美，没有。 雨还好，没怎么下，真的运气好一些。我们现在要到走大概10分钟的路程去取水，从这边一步一直走过去。竟然这么贴心，还有水管。对，它有2个水管啦。哇，这个水量超多的。对啊，很稳定。想喝多少水，这边随便你取。 我的晚餐花雕鸡面。这个锅的话，相对还好吃。一定要可以再做。当然就两个方案来看，到大家第三天再上去看，就是还是要明天就睡完一。哇，显贵呢！红酒炖牛肉，这红酒。番茄。啊，马铃薯跟红萝卜，番茄，新鲜的番茄。香。 哇，哦，惊艳！好吃，好吃，好吃！超入味了，真的好吃。这个表情，这个牛肉很可以。哦，是不是超强的？表情跟我一模一样。是啊。我可以询问一下厨师，为什么你有办法做出这么好吃的？乱煮，真的是乱煮，烫一烫手，然后冰冷冻，就这样。牛肉条哪买的？ 对啊，我想要知道你的原料。啊，全联的。全联哦，有这么好？哎呀，帮全联打广告。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最后一次来西软大山？我觉得很有可能。对，很有可能是最后一次。所以我们对这边是蛮整个有点依依不舍。我们不降落了，我们要上升了啦！上升了，上升了，先上升再降落。来个参笑，来个。